老师，当时呢，我的化妆方法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我还想得到第一点专家的肯定，第二点就是说，我也看看这些化妆大师究竟是怎么样来对化妆，包括我是怎么样来运用他们的技术的。所以呢，我又去找了毛。